这个民法典里头有规定，说现在离婚呢得需要冷静期了。我这冷静期也过了，我也想好了，我就准备来离了了。民政局我一晃来好几天了，哎呀。边来，哎呀，抬脚，哎呀，往那么点儿，再抬我飞起来了，上天呢，我能上天呢。我扫地呢，你看不出眉眼高低呀、啊？你扫地，你看不着我在这儿，你非得扫我呀？你呀，能待就待一会儿，不能待你就出去。你家呀？你家？不是我家呀？不是你家你就出去，耽误我工作了。可是到你上班的地方了，你妈呀，了不得了你，把你弄的，真是的了你，在家管我行。在你单位你管不着我，我是来离婚来了，过了冷静期了。我才发现呢，我说老婆早就来了，接连来好几天了，等不及了。等不及着急呀，快点啊，让我给你到地方啊。对呀、啊、结婚你也没这么着急呀、啊、快点的，自己办去呗，自己办。哼，不给我手续啊，那就不好意思了，你得等我三点下班、啊、起来轻点的啊，轻点，干啥呀？那怼我就讹你。有没有水？不方便。哼，没有。没有我就干吃，老香了。你别噎着。噎不着，干吃，你看，老香了。哎，哈、啊，媳妇儿，啊，我到民政局了，就等你了啊，啊，好嘞。哎，嗯，好年轻人啊，嗯。不是我的味儿啊！哎呀，方便面味儿，我也没有味儿啊！我操，你真那酸醋，那鼻子还挺好使的。来了，我五天没回家了。我说，那咋在这儿呢？还吃方便面？啊，这太可怜了。你吃不？我不吃了。我合计那啥，干啥呀？给，这钱你拿着，去买点热乎的，啊？干啥呀？咋的嘞？你拿我当干啥的呢？咋的？你不流浪汉吗？谁流浪汉呢？谁流浪汉呢？再给我说一句。啊，那你不是啊？怎么的？我这非得流浪汉了呢？不是，你不是，你把钱收起来干啥呀？那愿意给我就拿着呗。哎呦我的妈！那你不是流浪汉大爷？那你是徒步直播的？我旅行的，背包的。把这职业绕开一点啊！那你来这儿干啥？这是民政局办手续。这是直播挣到钱了，要结婚了。那个过程已经过去了，来离婚的。咋的？干啥来了？离婚呢？咋的了？哎呦我的妈呀！咋的了？啊，大爷啊，我不地道啊，我就笑了啊。没事啊。其实啊，你要说你来结婚，我还能勉强能接受。嗯，那你说你来离婚？就你这样的，那你家大娘那还能看呢？来来，靠边，靠边，抬脚。哎哎，咋的了？这哎妈！你这人说话有那么难听吗？该！你这大姨这脾气这么暴呢？我一猜呀、啊，你这嘴呀、啊，你就得罪人呐、啊！不是我得罪人，我跟你说呢，他还急眼了。我一合计啊，他家就不幸福，老头给他气受了。老头一看不是个物，啥话呢？啥话呢？咋的了？要我看就不一样。要我说，老头对他老好了。为啥呀？你给他喂的膘肥体壮的。你可别说，那万一要气的呢？气肿了，不一样的事儿吗？不了当。大爷，你为啥要离婚呢？我这离婚的原因复杂了，不跟你说那么多了啊。主要是老伴儿看我看得太死了，我觉得没有空间了，我想放飞自我。别说我了，就说说你，你来干啥来了？我来结婚来了。你多大呀？26。你家比你了？没有啊。那女方也比你了？也没比我。那你扯那蛋干啥呀？我觉得结婚能咋的呢？草率鲁莽。你这个事儿应该办得扭捏一些，太鲁莽了。我觉得到时候了吧？到啥时候了？要不你过来啊，你有点着急，你知道吗？大爷是经历过婚姻的人啊，
你在没有走入婚姻殿堂之前，幻想的一切可能都很美好。但是我实际告诉你，一旦你走进婚姻殿堂，那个世界啊，可能会颠覆你所有的认知，知道不？想好，年龄还小啊，等确定了，经历了很多很多以后再来结婚，回家去吧，去，回家去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大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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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，你等会儿，你听我说，回家能不能等我回家去？我媳妇马上就来，要回家干啥呀？来啥来？婚姻里面的很多东西你承受不了。假如说，你打我干啥呀？我现在就演你对象。阿佳，你是我对象了。对，我为什么打你？我不知道啊。为什么不知道？我不知道还有错吗？你错在哪儿了？我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你错在哪儿了？再说一句。那你说我错哪儿了？你说，我不是你说，我说，我不知道啊，这咋就哎，好久去吧？难受不？难受不？哎、我就问你难受不？啊，就这样式的，婚姻有可能就这样，难受不？还有呢？还有，今儿什么日子？今儿是不是啥日子？想，啊，咱俩结婚纪念日，是今天吗？不，还不是今天，那你过生日。我好恨你！再说一句，我最后一次机会。那你告诉我行不行？你告诉我今天是啥日子？我老姑结婚纪念日。你老姑结婚纪念日，你打我干啥呀？我老姑是对我最好的人，生命当中，她结婚纪念日你却给忘了，你能受了不？这边脸你能受了不？结完婚以后，嗯？告诉你，小伙子，很多事是你想象不到的，尤其是女孩、女人，女人的心思，男孩你别猜，不猜不猜，你猜来猜去。大爷，回去吧，去吧。谢谢大爷。嗯，回吧，这个婚我结定了。发烧了你啊？咋的了？多好啊！这是。你能受了这种生活吗？大爷，你不知道，我在家呀，所有人都拿我当宝似的。我觉得现在这是溺爱呀。我长大了才发现，要真是这样，我以后不废了吗？自从我遇到我对象啊，第一天开始，他就无缘无故啪就给我个小嘴巴，从那个时候，我就爱上他了，一见钟情。你说你好玩不？耶。啊、太贱，那不受虐型吗？那孩子，你这样说，我带头跟你交流不了。那您年轻人这世界，我大爷也猜不懂。大爷，你也不了解我对象，等他来了，绝对是一个长得大大方方、漂漂亮亮、知书达理的人。那都是梦，那啥是梦？过来，呀，我媳妇来了。妈呀，你来了！哎妈呀，干啥呀？干啥呀？心里不知道咋回事吗？还问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，为什么来这么早？我和早点来等你啊。早点来这儿等我？你不会去我家楼下接我吗？嘿，啊！我爸我妈看见咱俩一起来登记，他不香吗？不是，媳妇儿，你昨天不给我打电话不让我去吗？那是昨天，今天不是今天吗？你到底怎么想的啊？心里到底有没有我？有啊。有你就不去接我呀？没诚意，不结了。不是媳妇儿，你我以后改行不行？我你说啥是啥，行不行？咱都来了呢。我问你，啊，你到底想没想好？想好了呀。爱不爱我？爱你啊。能不能对我好一辈子？能对你好一辈子。你发誓？我发誓，对贺迪好一辈子。包容我所有的小脾气。包容你所有的小脾气。所有的任性。你不任性，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对的。妈，咋的了，媳妇儿？我是故意的。我这段时间所有的任性和所有的脾气都是在考验你呢。那我过关了。啊！哎呀妈呀，太好了！老公，我现在好幸福啊！我爱你。哎，我也爱你！哎呀妈，那咱俩登记去。走进去。我的妈，太好了！哎，对了，那个大爷。感谢你对我说的那些话，我觉得吧，男人呢一定要注重承诺，你要做不到呢，就别答应人家。我相信你呀，肯定承诺不少，然后没做到，
是不是？行了，我不说那么多，承诺去吧。啊，你放心，大爷，我俩呢永远都不会离婚。为啥呢？因为我离婚了，不就变成你这样了吗？还拿我当反面教材呢。那我俩登记去了。祝你幸福。哎，好的。大爷太可怜了。祝你快乐。啊，拿点钱买点好吃的。恭喜发财。当红包了啊。走媳妇儿。哎呀妈，太好了。听听，那么大岁数了，都赶上一个孩子。我承诺的比他还山盟海誓呢。有用吗？对呀，我做到了吗？做不到，那就不是个男人。哎呀，因为你不像个女人。你也配？还像个女人？做男人我怎么就不配？喝水，懒得跟你俩磨叽。刚才不让喝吗？怕你干嚼方便面再噎过去，谁知道离婚和丧偶哪个先到啊？说那话多损！说那话多损！啊，快点！啊！哎呀妈呀，这屋一天可真热闹。叫号吧。你还坐那了？你叫啊！你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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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叫！不是，我发现你咋回事啊？我让你叫号，你咋不叫呢？这不叫了吗？咱俩离婚，你让人家叫什么号啊？天哪！孩子，不好意思啊，打仗在家打，你上这儿你伸啥手啊？再说了，一瞅你看，你别老欺负他呀！你一瞅都可怜人，这孩子长得。大哥，我终于遇到明白人了，天天打我呀！你看给欺负的，不哭。不哭，老弟，不是大嘴巴子就大波溜子，实在不行就用马抽了。你瞅你多过分，啥叫马抽的呀？马桶抽的。你换个东西打，那玩意有点埋汰。不是，你咋不问我为啥打他呢？对呀，他为啥打你呀？我就是喝点酒。那喝点酒不是个病。我不是平白无故就打你，知道不？我打你那是有凭证的。妈呀，打你还咋还发证啊？来，我让你看看啊，你不是不成？是你签的不？来来，你自己看看，是你签的不？啊啊！我大鹏为了孩子和妻子的健康着想，自愿戒酒戒饮料，如有违背，我自愿受到妻子张丽的一切鞭打和教诲；如有反悔，让我出门下雨天来个大劈叉，让我走道遇着树杈子没看着，磕着我的脑袋瓜。哎，你等我。哎，我就记着我写到鞭挞和教诲就完事了。后边我家的，那就他家。你看这娘们多毒啊！今天必须离婚。是，那就带点诅咒的性质了，那不好，那不好。大哥，嗯，既然你也知道了，这我也就不怕你笑话了啊。我笑话谁？我自个儿都没好过你。你看着老实巴交的是吧？对呀。死犟死犟的，你越不让他喝，他越喝；越不让喝，越喝。背着我把那个白酒倒雪碧瓶里了。我爸上俺家当饮料呢，一下全粥了，那家把我爸喝的跪地管他叫一宿大哥。是管我叫一宿大哥，但我认你爸当小弟们。你是怎么对我的？第二天让我跪一天搓一板，必须离婚，脱离苦海。这个真招笑啊！但这事儿不能算偶尔，这是你爹个儿喝多的，又不是他逼的。那你是偶尔吗，大哥呀？你还笑呢？真跪下叫的啊、哦？你看看，你看那手，你看看，喝的呀？那都喝成这样了，还喝呢？那别喝了。你说就这嘚嘚瑟瑟的，他能干啥呀？家里外头活全我一个人的，大哥，全我包了，就换个电灯泡都换不了。啥干不了、啊？就站那一直搁那嘚瑟。我说咋的？换个电灯泡就那么费劲呢？我过去一瞅，你说咋的了？咋的了？都翻白眼了，满嘴冒白沫子，过电了。一脚让我给蹬下来了，不然你今天都看不着这人。不是你恩人呢？什么恩人？你不让我喝酒吗？你让我喝酒，我手能嘚瑟能过电呢？我喝酒怎么还不嘚瑟？我怎么就不信呢？治病啊！治，你都不知道？你看看我，喝酒我光知道活血呀、啊，正常来讲。我手嘚瑟不？嘚瑟呀！你看看，我帮你把着点。我嘚瑟成这样了。哎、你看好了，又嘚瑟了，口小了呗。妈呀，这喝酒喝的，你瞅着，那你是属实有点过分了，老兄。这算啥呀？都回医院去了，妈咋还回医院去了呢？大哥啊，
这胆本来就不好，我就不让他喝，那给我整一大堆歪理出来，说我这个胆呐已经习惯那个酒精的滋润了，我就不喝就不得劲儿，我又没劲儿又没胆儿的。哎，这回好，胆彻底没了。哪去了？切除了呗。那还管大夫要呢？你要他干啥呀？泡酒，卖泡酒。你这酒，你说气人不啊？胆泡酒，那太气人了，那太气人了。我听明白了，你俩这个事儿都用不着来这儿，在家找一个明白的邻里，都能给他们俩处理掉。妹子啊，哥替你说话，你呀，我呀、啊。都是男人，都有一项爱好，但是你得有赏有实的，你不能绷着这一件事儿，那不是玩物丧志了吗？对不对？咱就说两句话，媳妇这边等着洗脚水，你喝酒呢，水凉了，媳妇心也凉了，你这样伤身边最亲最近的人的感情，得有实有赏。怎么的了？我喝点酒怎么的了？酒是我心目中的追求，是我的向往，酒在我心目中就是一种神圣，这真治病啊！过分，过分！再把吧，哎，打个大哥，你别动手！再把吧一个，别动手啊你！我替你管他，能不能长点心？哎、不是，你干啥呀，大哥呀？我不替你管他呢吗？那我老公我用你管呢？我咋的了？你算干啥地呀？不是你俩不要离婚了吗？那离不离婚那也是咱俩的事儿。你说你那长得黑黢溜光，搁这巴巴的，咋的？我离婚我还能跟你呀？哎，你这啥话呢？真有意思。我跟你说，我老公，你看我打我骂没毛病，外人不好使，你知道不？你再给我碰一下，你试试，你试试。你再碰我一下试试，你当我媳妇面你打我一下你看看，真有意思。你这啥玩意儿呢？呀，你爱离离不我不管，离不离跟你有关系啊？散一点去，就让你去黑去黑搁这叭叭的，时间全耽误你身上了，要我俩早回家了。我真没见过你们这样的啊！我真服了。哎呀妈呀，我真该咋那么该呢？怎么的了呢？看着别人了，看不着自己啥样。我愿意呀、啊，我愿意呀、啊，我情愿承受这些和遭受这些呀、啊。你别管愿不愿意，我下班了，走，我办手续去。办啥手续啊？离婚手续啊。那你叫号呗。你叫。不是你叫、哎、你叫。哎哎，你俩这啥情况啊？两口子马上变成我前夫了。妈呀，那因为啥呀？哼，我说完之后怕有些人挂不住脸儿。你呢？你的事我也听明白了，特别的理解啊，都一样，摊上账老爷们谁受不了？我咋的了？你受不了啊？说出来吧，坦白，正好咱们都是，对不对？说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你都不嫌磕碜，那我可真说了。说呗。看见没？瞅这样，劝人家巴巴的，到自己身上就懵了。嗯。啊，长得挺朴实吧？有爱好。啥爱好？跳广场舞。咋的了？那都跳成魔了。在家哈、啊，我啥都不让他干，就寻思把他这身体啊将养好好的哈、啊，多活两年是个伴儿。人家不对呀、啊，咋的了？一天早上起来6点走了，跳广场舞去了，晚上6点才回家。那怎么像上班似的，还非得早上6点，晚上6点？人家说了六六大顺呢。中午了，我说你回家吃个饭吧，不吃，自己开点劳保钱全嘚瑟全花了，给人老太太订盒饭。咋的呀？12块钱一份高配。大哥你是不是有点虎了？人家可不虎啊，人家发盒饭的老太太个顶个跳舞跳得贼好，小旗袍穿着，不穿旗袍都不发。不是大哥你这该说不说，你确实有点，大姐不让你跳吧，你就少跳点。我说属于一种分享嘛，这是上秋天冷了，人那几个穿旗袍的我怕人冷，给增加点热量嘛。显着你了，人家穿旗袍为了啥呀？就为了美丽动人。你怎么没说给我买份盒饭吃呢？你这膘肥体壮的，你、哎、大哥你确实有点过分了。这个啊，大哥不过说你真有点过分了。男人吧爱好一样东西正常，但你不能暴天而跳啊，你多伤你身边人的感情啊。你说大嫂让你打个洗脚水，一看你跳舞去了，洗脚水凉了，大嫂心能不凉吗？啊，你这属于玩物丧志啊，
干啥呀？啊？跳舞把你们怎么了呀？跳舞啊，跳舞是我人生的追求，跳舞是我人生的向往，它是我生命中的艺术。怎么了？啊？我跳舞对于我来讲治病。刚才你们可能没注意我的走路方式，你们看。哎呀妈，那都这样了？对呀。那我要听着广场舞那曲儿，那腿儿立马就好，那才怪呢。你看啊，你看多灵活，他挺灵劲儿啊，多灵活啊，尤其右胯，你发现没？曲儿，你看听着曲儿了，你这你那是听着曲儿就好了吗？你那叫回光返照。多损，多损！你跳舞都跳医院去了，你不知道咋回事啊？这还跳医院去了？骨科大夫都懵了，大爷呀，你是干啥职业的呀？你这股骨头咋废这样呢？尤其是右边的股骨头，那都黑了。那咋就废右边呢？他拿胯顶人家，顶舞伴啊。不是，我就这边灵活，你老多狠，他老把我想的那么龌龊。再说了，大夫不说能换能手术吗？是，能做手术。你看人家，胆虽然说摘除了，但是表面丑，人家是一个完整的人。你呢？大夫说做不好手术的话，手术台都下不来了，残废了，腿瘸了，以后咋跳舞啊？爬着去，哎，爬着去呗。我给你定个爬犁，然后你拿俩小棍往前拄。哎，对，让你那个穿旗袍的小伙伴拿个绳拉着你。哎，你捧个小音箱，放一个流浪的人，哎，还能挣点钱呢，对不对？那多过瘾呢！以后也用不着我管了，离婚了。哎呀妈呀，这咋的了？这大哥咋的了？这是啊？哎呀妈呀，胃病犯了，药呢？不吃药啊？哎呀，我也没拿呀。没拿，你自己不会找啊？哎呀妈呀，那药长你眼皮子底下了都。我喝口水就得。张嘴。哎呀，你说这身体你还跳啥呀？你生活都不能自理了。哎呀妈呀，那药我走时候我也没装里头，谁给我装的？谁能给你装？对。哎呀妈呀，跳舞那舞伴给你装的，怕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话，那穿旗袍没人看了，没人给发盒饭了。哎呀。大哥，你现在胃咋样啊？胃好点，你的胆真摘了，真摘了。那大姐啊，大哥，你俩呀，这半天我是听明白了。你看啊，我呢虽然脾气不好，但你看大妹子说话在不在理啊？你们俩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矛盾，你都在这置气呢。你这大姐不让你跳舞，那不为你身体好啊？你看这到真格的时候，那不还得老伴管你？谁能管你呀？那大姐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你谁你俩都不肯退一步，多大事儿啊？还至于离婚的？对，大哥，你应该跟大姐道个歉。哎呀，你没资格说我，你个啥样？你个不看看呢？媳妇儿，哎，我这回算想明白了，那大哥，那不就是我吗？你不就是我的一面镜子吗？媳妇儿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下回我再也不喝酒了，我高低忌酒，除了咱俩结婚纪念日，就你爹过生日我都不喝酒。真不喝了？媳妇儿，我胆都没了，我不能再没有股骨头了，最重要我不能让你爹再管我叫大哥了。我耍八道。大哥，道歉。我不能，那能道歉吗？嘴都硬一辈子。道歉。妈呀，媳妇儿，我也硬气一回。妈呀，哼，那我道歉这玩意儿，两口子回家说有些事儿，对不？回家干啥呀？不要自由吗？哎，媳妇儿，要面子。哎、呀，大爷，还没走呢啊？哎，对了，大爷，我俩已经登完记了，感谢你啊。那祝福你们。谢谢大爷，我也得劝你两句。我觉得吧，你别看你结婚时间比我长，但是夫妻两口子呢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互相包容呗，对不？你听听人这孩子说这句话，那才叫话。哎，这大姨怎么在这儿呢？那不是你大姨，那不刚才拿拖布杵你脚呢？我老伴儿。大娘，就不好意思，我真不知道，我原先呢以为是啥呢？你看，就我大爷长这样。他能找着啥样呢？没成想一看着的确是咋的呀？你配他是一来来的。听着没有？外人的眼光是雪亮的，还离不了？哎呀，我这暴脾气肯定离。啊？怎
奔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老伴儿，我领你吃饭去。我要吃12块钱的高配的盒饭。啊！我给你买个小旗袍。这样，开车到这里。这样，我俩呢刚登完记，我请你们吃饭，吃完饭咱们再去看场电影，怎么样？啥电影啊？这那个电影叫《发财日记》。对。宋小宝演的啊！哎呀妈，他老有意思了，长得像大黑猴子似的。你别那么说，我手的怪好的呢。啥呀？走吧，走吧，看看去，看看去。走吧，我来，我来。啊，我来。那你这酒我给你拿的呀？哎，不要了。啊，我给你摔了，我还喝两口呢。走。哎呀，那今儿热闹了。那你看看，你贵姓啊，小伙儿？我姓王。啊，我去行不？快走啊！哎。